一起来做默想祷告。全能的父，我父，您赐福于我们，求我父使我们在这凌晨一定得到您的帮助啊！在今天，求我父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只种下善的果子，使我们的明天越来越好，使我们的儿女获得上帝的祝福，使我们所有的信徒拥有晚年的祝福，使我们在这世上万事亨通，通过我们的生活来见证上帝是活着的。求我父帮助我们，使我们领悟上帝的话语，通过上帝的话语认识到自身的罪过，向您认罪悔改，痛悔着、哀痛着向您认罪悔改，使我们领受这一切的祝福。我父啊，我们向您告白，这一切靠着我们是什么都做不到的，我们是无能的，这一切全要靠上帝的恩典，全要靠上帝帮助我们，全要靠上帝赐予我们恩典。奉耶稣的名感谢，先祝福祷告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。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，上帝是帮助我们的，上帝是让我们拥有喜乐的。每个凌晨，上帝帮我们，那么上帝帮助我们什么呢？上帝帮助我们拥有笑容，上帝帮助我们获得喜乐。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个人总有喜乐，总有喜乐的人，正是因为这个人喜乐无穷，所以就很丰富，什么都是富足的。而我们知道这个道理，却不愿意喜乐，因为这喜乐由不得自己呀。好多人是喜剧演员，能逗别人乐，但是自己却特别痛苦煎熬。结果好多喜剧演员去找心理医生去看病，而且都是精神病医院。那么咨询的医生呢，他也没有办法，不仅因为他知道我也一样。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都是一样，心里没有喜乐的，唯独上帝赐予我们喜乐。那好多人说不信主的人也看见这，有些人说了，牧师啊，不信主的人我也看好多人在笑啊，大家警醒过来吧，我心里并不喜乐，光脸皮子笑，光哈哈大笑，那并不意味着是喜乐呀，稍微过度了就会变疯的。传道书2章26节，我们一起来找一下，在这凌晨，上帝帮助我们，上帝帮我们什么呢？不足的仆人，我曾经去过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呢盖好了，但是1年半的时间没有人居住。这个房子盖得相当的漂亮，但是里边1年半的时间是空着的，没有人居住。那么这里边落满的是灰尘呀。那么我们曾经不认识主的生活，我们不做四阶段悔改的生活，有10年多久吧，甚至我们祖上也没有认罪悔改过，不认识主耶稣基督。那么从祖上一直到我们身上残留的这个罪过是很多很多，特别的大，特别的多，我们是无法想象的。一个房间没有打扫一个礼拜就觉得好脏啊，每天打扫房间和一个礼拜打扫一次的房间肯定是不一样的，打扫的时候也哪个会更轻松，哪个会更吃力呢？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呢，面临我自身的问题，我自身的罪过，我身上残留的这浓厚的祖上的罪过，我却从来没有思想过，反而光顾着要求福，光顾着要得福。上帝说了，只要我是洁净的，上帝就赐福于我们。提摩太后书2章20到21节，我们的内心关注点应该要在我如何要成为洁净的人，而我们的关心点总是在钱财和私欲上。所以我们是不是一直都没有认清自己呀？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自身的罪过吧。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，在座的各位也有一些好多是大学毕业生吧，那么从小学到大学，那么从小学读到大学的话，那么每个学期的课本，每个学期的书本，我们堆在一起的话，估计也能堆出一小推车来。在每个时间段我们读的课本，
是很自然、很轻松的，但是突然让我在一个月的时间，让我读完这一整推车里面的书本的话，我们就觉得哇，这怎么读得完呀？觉得好枯燥啊，就是有点对付了。所以，当今的教育都是应试教育，很是对付啊。但是我每天都是读书的状态的话，那很自然的都能读好了。每个凌晨，上帝帮助我们。如果每个凌晨我们都顺从上帝的话语，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，发自内心的能感受到，哇，这真的是感恩感谢的。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，《撒母耳记上》2:6，因我们的罪过，主耶稣基督死去了；因我自身的罪过，是主耶稣基督死去了。而上帝面对我们，施予我们的是慈爱。忍耐着我们，等着我们认罪悔改呢。稍微能领悟，稍微能思想这爱的话，这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。这感恩感谢是涌出心里来的。我犯的小小的罪过，我祖上所犯的罪过，让上帝难过了，使耶稣基督死在了十字架上。就比如说，我把一根针，我用一根针扎进了耶稣的身体。那我要把这个针拔出来呀，所以我需要靠着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，这正是四阶段悔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四阶段悔改的。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，我们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，上帝是喜悦我们的，上帝施慈爱给我们，这是上帝等着我们认罪悔改呢。我认识到，哦，我这样的行为让上帝难过了，我这样的行为让耶稣基督死去了，我真的连人都算不上啊，我真的犯罪了呀，主啊，求主饶恕我的罪过，我的罪恶，正是因我的罪恶，主耶稣基督流出了宝血呀，这样认罪悔改，上帝逐渐赐予我力量，上帝逐渐赐予我醒悟，让我认识过来，让我明白过来。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，心里洁净了，心里自然就平安了，心里的罪恶洗干净了，心里自然就平安了。就像我们在家里打扫房间的时候，这个屋子打扫干净了，又去厨房打扫一下，打扫完厨房之后，又去洗手间打扫一下，逐渐逐渐的打扫干净了，洁净了，就能领受祝福了。我打扫了多少，我洁净了多少，就能得到多少的祝福啊。比如说，我夫妻关系现在终于和睦了，但是我儿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，那么就逐渐的、逐渐的思想我的罪过，我的罪过让上帝多么多么难过了呢？我祖上的罪过让上帝多么多么的难过了呢？求靠主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过。所以出了门之后，我会遇到一些问题，和一些人遇到矛盾，所以每当遇到矛盾的时候，认识到哦，这不是对方的矛盾，这不是对方的错，是我的罪，这是我曾经所犯的罪，这也是我祖上曾经犯的罪，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这一切的罪过。我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上帝使眼前有矛盾的人和我和好呢。这时候每家每户靠着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，懂得感恩感谢，敬畏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国家就成为兴盛的国家，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国家，这一定是能行的，这是多么多么好的祝福啊。约翰一书2:17很有确信，不足的仆人我朴牧师很有确信地跟大家讲这四阶段悔改。约翰一书2:17，在这世上，我们再怎么改革，我们再怎么追求各种运动，最终成了虚无。唯独上帝的旨意是永恒存在的。耶稣基督正是实现了上帝的旨意啊！我们是来学习耶稣基督的，这正是一心一道四阶段悔改。唯独四阶段悔改是活路啊！只要我们能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奥秘，正是让我们做四阶段悔改，让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。如果能真实的认识到这四阶段悔改了，就不会离开基督，不会背叛基督了。提摩太前书5:24-25，真实的爱一定会
转达的。我心里洁净的时候，我真心的爱身边的人，那么对方或许会误会我的爱。箴言28章23节，而时间越久，这个爱一定会有长出结果的。时间越久了，对方就能领悟这份爱了。通过这主耶稣基督的爱，懂得感恩感谢了，会认识到自己原来是误会别人了啊！我也要靠着基督的爱，爱身边的人。这样，主耶稣基督的爱是转达出去的，主耶稣基督的爱是逐一传达出去的，逐渐的拯救我们的国家，拯救整个世界，拯救我们身边的国家。我们国家和儿孙一定要领受这上帝的祝福，这一定是能行的。上帝在做这一切的事情。我们总觉得我们家庭现在好多的问题呀，都正是通过这眼前的问题，上帝是要赐福于我们的。不足的仆人，我朴牧师跟大家告白，我也受了上帝的责罚，到什么程度呢？我的女儿先去世了呀。那么好多信徒，大家的女儿现在没有去世吧？那说明大家都比我强。那么我们儿女身患疾病的时候，做父母的心是最痛苦的。为什么儿女先身患疾病呢？上帝正是要通过这个儿女改变整个家人，通过这个儿女要使所有的家人成为有福的人。那么逐渐的，儿女也健康了，当家人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爱了，这时候儿女的健康也能恢复了。大家看见自己的儿女有问题的时候呢，别觉得这是很繁琐的事情，别责怪孩子，把孩子的行为如实的搬在我身上，告白主啊，我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我就是这个模样啊，向主认罪悔改吧。这时候儿女就得到了变化，儿女自然就得到了医治。好多父母说，哎呦，我家孩子有这么不好的习惯，真的要改一改呀，这孩子怎么这个样子呢？别这么责怪他，孩子有不好的习惯，孩子有不好的毛病吗？赶紧承认，这就是我的罪，我身上就有这样的毛病，我身上就有这样不好的习惯，求主饶恕我的罪，求主医治我，求主改变我。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呢，儿女这不好的习惯就得到了医治，就得到了改变。比如说我家两个外孙，有老大和老二，这两个孩子在抢一个玩具玩，那么两个孩子抢一个玩具的时候，我朴牧师就在旁边认罪悔改。正是我这个做老爷的，我心里有贪婪的心，总想抢好东西，这样认罪悔改了，这个老大呢突然就让给弟弟了，哎，我不要了，来给你玩吧。而我们总是怎样呢？上帝改变我们的心灵，上帝能把魔鬼放入到我们心，上帝也能把这个魔鬼赶出去，这一切都是上帝在做的，这是非常神奇庞大的祝福。而我们总是要强迫，哎呀，老大要让着弟弟呀，哎呀，弟弟要让着哥哥呀，别这么讲道理，讲道理反而会伤到这个孩子心灵的，无论是伤到哥哥了还是伤到弟弟了，都会伤着。看见这个两个孩子小朋友在抢一个东西闹矛盾的时候呢，我来认罪悔改，这时候这两个孩子的问题矛盾自然就解决了，而且两个孩子的心灵没有得到伤害呀。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，我们的内心是由上帝来主宰的。那么某个特别资深的神学家来见了我一面，他就说，哎呦，朴牧师，您的口碑，您的传闻特别不好，特别差，我亲眼见到您，怎么发现原来您是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您是这么的谦虚，怎么传闻怎么把您说的那么差呢？或许我身边的人在误会我，我的周围，我的朋友听说我是个不好的人，都在误会我，但是一旦见面了就发现，哦，这人不是这样子的，这也是上帝在做呀。所以一切的事情都是给我们带来祝福的。传道书2章2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、2。上帝喜悦谁，就给谁智慧、知识和喜乐，唯有罪人，上帝使他劳苦，叫他
将所收据的、所堆积的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阿们。上帝赐予我们智慧与知识，大家知道吗？我的心愿全实现了，都不足于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呢。箴言八章十一节，好多人说，我真的希望我的心愿全获得实现，只要获得智慧，所有的心愿都能实现，而且远远超过这一切。传道书八章十一节，箴言二章二十六节，上帝告诉我们，恶人呢？恶人再有名誉，再有钱财，再怎么辛苦，再怎么劳累劳苦，这全是为了义人所预备的。那么世上是有恶人的，而蒙上帝喜悦的人，上帝负责这个人的人生，蒙上帝喜悦的就是义人呢。而且上帝还赐予我们智慧与知识，同时上帝还赐予我们喜乐。我们眼前有两条路啊，而我们要走向哪条路呢？我们一定要走向得福的路，我们要走向生命的路，是主耶稣基督的道路。这时候领受祝福，把一切好的祝福留给我们的子孙千万代呀！我们在这凌晨领受这好的帮助吧。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蒙上帝的喜悦呀。面对上帝，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面对上帝，我们需要做的只有认罪悔改。我们读圣经读到上帝了，就是啊，我需要认罪悔改。面对上帝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需要做的是认罪悔改。这在《使徒行传》哪几章几节呢？好多信徒回答了《使徒行传》，有些信徒说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二十一节，有些信徒说《使徒行传》二十六章二十节。那么到底是几章几节呢？那么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吧，《使徒行传》。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吧。我们不冷不热，或者是不懂的时候呢，反而会害到身边的人。不知道就赶紧承认我不知道，我懂就是懂，不懂就是不懂。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懂啊还是不懂啊，就不冷不热的模棱两可，这都是恶人。别人在提问题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就如实的告白，我不知道，我明明不知道，我就非要装作知道，非要迎合对方，这都是恶人。模棱两可不冷不热的，这都是恶人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，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，我们读一下，一二。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，当向上帝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阿们。我们刚才读了什么呢？面对上帝，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面对上帝，我们需要做的是认罪悔改。读到上帝，我们面对上帝，我们就要认罪悔改呀。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上帝了，我们却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不悔改不认罪的话，这圣经话语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。为什么好多人读了圣经却和圣经没有任何关系呢？读圣经的时候，首先我要承认我是个罪人呀，向上帝我们需要做的是认罪悔改。读圣经读到上帝的时候，哦，这是让我认罪悔改的，我要认罪悔改才能和上帝确立起关系。好多人讲道却不明白这一点，好多人传讲上帝的话语却不明白这些。面对上帝，我们需要认罪悔改。蒙上帝喜悦的人，上帝赐予什么呢？什么样的人才能蒙上帝的喜悦呢？向上帝认罪悔改，获得信心的礼物了，我们才能蒙上帝的喜悦。
认罪悔改的人是很开开心心来到上帝面前的。什么样的人能靠近上帝呢？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，获得了信心了，获得信心的人，我们找一下罗马书14章18节，我们要做四阶段悔改的，靠着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，这时候蒙上帝的喜悦。靠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，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，才能获得信心的礼物。那么今天我们下定决心，我也要带着喜乐的心，而这喜乐，我想乐，却乐不起来呀。因为这喜乐唯独是上帝赐予我们的。而怎样才能蒙上帝的喜悦呢？靠着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，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，上帝喜悦我。这时候身边的人，我也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，因为我蒙上帝喜悦的时候，上帝赐予我智慧与知识。比如说公司的老板遇到一些困难了，我面对这个困难，当成我的罪来认罪悔改，做了四阶段悔改了之后呢，上帝就赐予我智慧。这时候我能给出一个答案，哎，老板，您看这事应该这么做好不好？我没什么学问的，我也没什么资历学历，而上帝赐予我们智慧与知识的时候呢，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大家知道摩西使红海分开是靠着上帝赐予他的智慧与知识，就在那时候上帝赐予摩西智慧了，而摩西如实的顺从了，立刻顺从，结果就有了奇迹发生。上帝如实交代我的时候，我能够如实顺从，能够立刻顺从。世人不明白这一点，唯独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，才能明白这一切呀。大家知道每个家庭的母亲都很伟大，母亲至少真心的爱了家人，爱了儿女，所以无论这个家庭多贫困，也能支撑起这个家庭。而我们呢，我们没有这样真实的爱，那么母亲的爱也仅顾着自己的家人，却不顾其他的人。而基督的爱呢，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，是一样的爱。而我们不认识基督的时候，就没有这份爱。主耶稣基督的爱是爱所有的人，而且是爱人如己，当自己的身体一样爱身边所有的人。靠着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，使内心的罪恶得到赦免了，我们才能有这主耶稣基督的爱，能够真心的爱人如己。那么我们每一位信徒们，相信我们如果现在开始真心的认罪悔改，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，我们的儿女一定都能成为爱国者。我们读一下罗马书14章18节，当我们做什么的时候，上帝喜悦我们呢？罗马书14章18节，一二，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，就为上帝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获得了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，这时候也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。就比如说一个瓶盖子，我打不开呀，但是有些人很轻松就能打开这个瓶盖子，这也是靠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。每个家庭的母亲都有一些智慧与知识，就比如说在生活中，无论是刷碗呢，还是洗碗啊，还是做什么事情，母亲呢在生活中都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智慧与知识。有时候我看一些人买什么样的盘子呢，买的盘子都是坑坑洼洼的，但是我心里正直的时候呢，我买来的东西也是非常光滑漂亮的。而我们有时候经常花钱去买一些次品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？布斯的仆人我朴牧师经常观察，哎呀，这个盘子怎么还要去花钱买呢？既然花钱了，为什么还要买这样的盘子呢？难道我们眼睛是看不见的吗？难道我手没有摸一摸这个盘子吗？
为什么买东西都不这么精心呢？说明我心里是不正，做什么事儿都是大概齐大概齐，马马虎虎，马马虎虎，大概大齐，大概齐大概齐，这都是走向败坏的。我们要很明确，我们打一个电话的时候，一个数字错了，就打到别人家里了。打电话这个数字都要准确呀。我们在生活中要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。蒙上帝喜悦的人，正是认罪悔改的人。服侍基督，正是要做四阶段悔改，靠着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。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，蒙上帝的喜悦。所以在这一天，我们一整天做什么呢？做四阶段悔改吧。只要做四阶段悔改，蒙上帝的喜悦。我们蒙上帝喜悦的时候，上帝赐予我们智慧与知识，使我们充满喜乐。我心里内心充满喜乐的时候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得福的，是种下了善果子。有一次，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，特别有意思。小学5年级的学生在欺负一个孩子，有个孩子总是受欺负、受挨打，但是被挨打、被欺负的时候，这孩子就是在笑，什么都不做。被打了，然后又乐，又微笑。然后呢，其他人又来打他，他还是在笑。被挨打、被揍了，还是在笑。最后来了一个最大的零八来打他，结果他被打出鼻血了，那流子鼻子都流出血来了，这孩子还是在笑。结果打他的人、揍他的人全吓跑了。大家知道，发脾气的人肯定是属魔鬼的吧？而喜乐的是属上帝的，只要我内心喜乐，能笑，这是属于上帝，是能领受祝福的。而大家为什么偏偏不乐呢？今天开始都喜乐吧。当我服侍基督的时候，上帝赐予我喜乐的心呀。我内心拥有了喜乐的时候，能获得上帝赐予我的智慧知识。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当成是我的罪来认罪悔改，做四阶段悔改，服侍基督。蒙上帝的喜悦，获得喜乐，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。这正是传道书2章26节。我再来读一遍传道书2章26节。上帝喜悦谁，就给谁智慧、知识和喜乐。唯有罪人，上帝使他劳苦。而且罪人呢，辛苦一辈子，堆积了很多财富，尽管堆积很多财富，自己也花费不了，全要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。传箴言13章22节。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，我们做四阶段悔改了，上帝赐予我智慧与知识，上帝赐予我喜乐了，这时候使我们承受一切的祝福。我们呼喊阿门，我们呼喊阿门，把好的祝福留给我们的后孙，我们呼喊阿门。这是多么多么喜乐的消息呢？但是我今天不喜乐的话，我就是属于恶人，恶人只会辛苦受累，恶人辛苦受累堆积的一切全给义人所预备着。这位权势，您的儿女领受了很多祝福吧？您的儿女真的是很成功，领受了很多祝福。而当我们不服侍基督的话，我堆积的财富再多，都会流到别人身上。相信这位权势，您的儿女现在也沦落到这地步了吧？为什么呢？您儿女说是信奉耶稣了，却并没有服侍基督，并没有认罪悔改，并没有靠着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呀。我们获得了智慧与知识，心里才会喜乐的。只要我心里充满了这喜乐，那恶人所积攒的财富都会落到我的身上，这是上帝赐予我的祝福。而我今天不认罪、不悔改、不做四阶段悔改的话，我心里不喜乐的话，我再辛苦、我再努力，堆积的一切、所做的一切全流到义人身上了。所以今天开始，我们重新开始吧，有新的开始。上帝多么多么的好啊！我们要喜乐。我们今天告白，靠着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过。
我们祖上给我传留下来的不好的习惯，我们总会算计。哎呀，二二得四啊，分明二二得四。我们觉得二二得四的话，两个人要分成二和二，但是我看对方怎么比我拿的更多了呢，我就心里不乐意了，结果又丢掉了心里的喜乐。我心里不洁净的时候呢，心里 不喜乐的，我心里不开心，这时候呢，我再怎么辛苦努力都会把祝福积攒给身边的人，这是多么的白痴啊！赶紧认罪悔改，内心先充满喜乐吧，这时候呢能领受上帝赐予我的祝福啊，这时候能领受一切的祝福呢。大家真的相信吗？大家如果真的相信的话，真的是如实能获得这一切的祝福的，做四阶段悔改直到获得喜乐为止。内心充满喜乐的时候去领受祝福。大家知道，总爱动脑筋的人，这都是恶人，用头脑又是琢磨又是算计，这都是属于恶人。格林顿后书10:5-6。那么我认识到了，我经常爱动脑筋，经常用诡计来琢磨这个又算计那个，赶紧认罪悔改吧，如实的承认自身的罪过，向主认罪悔改，把这个罪洗干净了，使我的罪得到赦免，使我走向义人的道路吧。好多信徒说，哎呀，我的父母曾经特别有钱，我父母的祖上特别有钱，而怎么到了我们这一代怎么这么的贫穷呢？这都是因为我们逐渐没有服侍基督，并没有信奉主耶稣基督，结果祖上的这个财富呢全流到义人身上了。拥有喜乐的人能领受这一切的祝福的，所以我们也要喜乐，而这喜乐靠我的头脑来喜乐，那是属魔鬼的。依靠上帝的恩典，能依靠上帝的恩典得到的喜乐的心，这才是祝福啊。那么出了门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矛盾，上班了，或者说去自己的工作场所，总会遇到一些矛盾，甚至会遇到一些倒霉的事情。那么面对眼前的倒霉的事情，当成我的罪来认罪悔改，这正是服侍基督的呀。我们服侍基督的时候，上帝给我喜乐，那么眼前的矛盾就变成祝福给到我身上了。我们呼喊阿门。那么我面临的矛盾，我面临的问题和遭遇，当成我的罪来认罪悔改，直到获得喜乐为止，获得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与知识，这时候一切的祝福都是属于我们的，而且把好的祝福能留到儿女身上。真切的祝愿大家领受这好的祝福吧。所以出了门所遇到的矛盾，这都是给我带来的祝福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我父啊，实在是感恩感谢于您，您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做四阶段悔改，只要服侍基督，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们喜乐，这时候恶人所积攒的一切都是，但我父啊，您告诉我们，恶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义人所预备的，求我父使我们脱离恶人的道，使我们走向义人的路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无论遇到什么的矛盾，求我父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懂得认罪悔改，使眼前的矛盾改变成喜乐，使我们依靠上帝的话语获得胜利。奉耶稣的名感谢，先祝福祷告，阿们。这一定是能行的，真切的祝愿大家只做四阶段悔改，一定要获得胜利，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做四阶段悔改，使我们获得胜利。